十组模特儿穿上学生们设计的服饰或配件，一一出场走秀，以环保爱地球的想法设计各式不同风格的衣服和配件，展现学生们的创意和学习成果。起源，然后这个是因为我们想要表达我们不期而遇的美好缘分这个概念，我们喜欢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流动，那这也代表着缘分的牵引，这样爱护地球为主题，所以你看到的这个色系呢，都会比较偏向于比较不是很亮丽的色系。那主要就是在关怀这个地球，关怀一些资源等等。考量学生做毕展作品经费有限，毕业校友高雄文山福伦社社长钟花玉也特别赞助经费，支持和鼓励学生们能更发挥他们的创意和才华。发挥得更淋漓尽致，然后也不要受限一些，因为总是荷包有限嘛，那我们会觉得说不要受限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单纯的想法这样子。开幕记者会上，来自日本法人佐世保实业学院的理事长后藤三世子与学校校长中村浩两人利用参访空档，特别抽空欣赏学生展演，期盼学生们毕业后以爱地球的良善美意发挥设计长才，诉求永续时尚。新唐人亚太电视李真荣台湾高雄采访报道。